红豆你可以转送给别人，但是军事图请你不要给日本人好不好？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不晓得你愿不愿意答应我。什么要求？这个要求就是给我一个吻。谈谈你的戏剧，我觉得你演戏也演得越来越棒。戏演得很好，谢谢。真的，前阵子那个连续剧，我偶尔也看，我觉得演让我觉得，你说演那个当铺老板，对对，那个老板的角色，八号牛肉铺嘛，啊，八号图书馆，不错，那个戏跟你以往那种情圣的感觉不太一样。嗯，对对。其实这个戏我觉得我很幸运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剧本，而且后来我想一想，其实这么好的一个剧本，你找任何一个人去演。还是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，可是我刚刚就非常幸运可以拿到这个剧本，所以我觉得，这个戏其实因为也演了很多集嘛，也帮我开窍了，因为我以前对于演戏并没有说很大的一个心得，是，可是从这个戏就是不断的演了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，然后后来变成一个安档戏嘛，那安档戏的话更是每一天的磨练，就是一天可能十几个工作的小时，十几个小时的工作，然后同时我也演两个角色，就是这一场戏没有韩诺就有墨菲，那这一场戏没有墨菲就有韩诺，然后还有同时出现墨菲跟韩诺同时出现，变成我的戏非常非常重，那在这样子一个非常浓缩的一个工作的有限的空间里面，可以去尽量去发挥自己的演技跟那个耐性跟耐力，内心的那种，对对对，那个是其实就把那潜能完全激发出来。真的，你就从这一部里面就可以发现，哎 ，Alex 的那个演技越来越好，哎，就是可以有那种这种感觉。而且他现在因为演了那个八号当铺之后，他现在不是叫老板就叫老爷了，老爷大家都叫我杜老爷，杜老爷，杜老爷冰淇淋啊，还是这样来的，可以当代言吗？可以，要拍广告的什么的，对对，很快杜老爷就来，价钱非常合理，请大家多多参观一下，打八折哦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所以听说呢，台视又有一些这个他的过去跟台湾天后的一个真的吗 ？ECR， 他跟妈祖真的拍过吗？那天后宫的天后，来看一下到底天后是谁？来，有一段戏剧。既然军事图我们已经拿到，不用说了，下去吧。夫人，我心很乱，明天再说。是我了，叶兰小姐，台湾天后的希望。哎呦，你看看，我的心乱如麻，真会演。好了，不要笑我。你看得出来也没有怎么变呢？对，就这样子了。这多久以前的？十几年，不知道几年。你看多自恋了，一直在摸脸，摸什么意思？无非无来花飞花。哎呦，这段对戏很经典，蛮好笑的。没想到你回来看我，我这次来有话要跟你说。这小子他喜欢上我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我过两天就要回日本去。这女人竟然用心语跟我讲话，好问用心，我的心语国语比较好，看来军事地图已经被她偷到手了。不行，在你还没回来的以前，我要跟你先讲清楚。还装蒜？另外一半那要问你了。我问我，难不成他要赖我偷走另外一半的地图？乱讲话！夫人，你真会开玩笑。这小子还真蠢，我干脆明说了。我有东西想送给你，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你。好，那我们喊一二三。好，一二三。这是干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新型的武器啊？这，没想到我送你一颗相似的红豆，你送我一颗子弹。那你说了老半天，到底要说什么呢？好，那我们再数一二三。好，一二三。我要那个军事图。啊。原来搞老半天，你是为了军事图，所以来找我，枉费我对你一片真心。我演什么我也都忘了。口快如心流来了。想起了心里难过，我都还合唱呢。对呀，我不知道，我忘了。谁知道你的话都是在骗我？不怪你，只怪我。
这个 key 好像不太对。我们有转 key 啦。我俩没有结果。红豆你可以转送给别人，但是军师图请你不要给日本人好不好？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不晓得你愿不愿意答应我。什么要求？这个要求就是给我一个吻。是哪里人啊？上海人，上海人，上海，上海人，上海人。哎，这个不是我妈妈的老歌吗？这个要求也不太过分，那你保重。你，碎碎碎碎，我演得真好，这个节奏恰到好处。怎么样？导演可以吗？可以。我们两个可以开始演短剧。其实那个时候演技。还蛮好的，蛮好笑的。对啊，对的。其实你比较好笑，我觉得你好认真哦。很认真，而且整个感觉哦，整个感觉就好像我们真的在演了一部电影，有没有？很好玩。因为我认真才好笑。是，来，要不要认真送个飞吻，再看你能不能躺下来。不行，今天穿短裙。我知道那个好像是演一个那个什么。川岛上海滩里面是吗？川岛芳子的故事嘛，对，其实他以前演过的女星很多啊，像那个钟楚红啊，叶童啊，这是第一部电影，对不对？第一部电影，然后跟他演有没有什么感觉？跟他演一定没感觉，那也忘了，我也忘了啊。真的，刚刚两个人好像很陌生，真的是，对，我忘了，我完全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，对，在记忆里面都没有了，没错，太久了，真的太久了，是啊，这样子了。15年了，最少有15年。是啊，我们两个都还，我们会把这个录音带送给你，也送给我一卷。好，对，所以呢，这件事情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把握时间，咦，爱珠怡，对，这样时间就过去了哦。对啊，过得真的很快。来，再来看一段这个 VCR 呢，是你以前上节目苦练才艺的那一段。对，今天有这样的身材，也不是说那一天就来的，那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是，我们现在来看看你的 muscle。来，不知道有没有了。哎呦，表演魔术，记不记得这一段？好，我也不记得这一段。哎，的确像是学过八年的舞弟，每次都是要每一个来宾都要练一些才艺。小哥，小哥就是这一次毁容。小哥真好可爱，他现在开始运动了。小哥头会不见吗？再转回来，又转过去，哎呦！所以以前歌手上节目都学很多才艺，有没有？小哥有配合你吗？从左转到右，有想吐的感觉。哎呦，来了！你用拳头，我们用别的头，好啊。大哥你从侧面只能看到那个刷轮，哇，刷轮是什么？还好，其实我并没有说要就是建立很多的肌肉，其实我觉得心脏强就好了，就是去跑步啊，练一些有氧的运动，这个对于舞台上表演或许身体健康反而最重要。如果肌肉太多，有些时候会觉得有点，我自己觉得有点笨重的感觉，负担，对，有点负担。而且当如果你不练的时候，你就会担心你饮食要非常小心，要不然就会变，它会变脂肪。对，那真的好会保养哦。对，所以这个20年这一路走来啊，除了自己的身材呢，这个都没有变过。他的情歌的那种浓度呢，也没有曾经减淡过。那当然。所以这一次的新的专辑好像是这20年来的精华版的。是。从钟爱医生吗？从钟爱医生。所以这样。新推出这一张精选集里面呢，有40首歌，包括40首歌。哎，现在经济不景气啊，唱片难做，所以一定要做这一种，就是大赠送的感觉。可是只是一张 CD 的价钱。一张 CD 价钱。这40首歌有4首的新歌，那4首新歌当然就是代表我现在的
表现。那另外的36首歌呢，就是一直陪着我长大，这些歌曲就是也在台湾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的一些歌曲。其实呢，所以我要这里呼吁观众朋友，你40首歌，然后卖就是一张 CD 的钱，你何必去买盗版呢？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时候一定要买正版。我现在看到你脸上看到那个陈金佩陈姐已经又在卖 CD 了，有没有？不是啊，因为。我也是歌手，我会觉得说我很讨厌盗版、啊。而且盗版都是没有灵魂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首歌就一首歌就一首歌就一首歌是随便乱丢的嘛。对、啊。可是我们这些音乐的编排都是有用心的去，这首歌听下来，借这个歌的感觉如何？然后这些年份，对啊、隔这年份，再回到之前年份，是这样有用心的去安排。但是你这样子害人不浅，为什么？很多喜欢你歌的人，他这一夜就不用睡了。不用听了这一首没有听下一首，他今天晚上没有办法跟自己交代。听了第三首没有听第四首，没有办法为明天的他自己交代。错。因为我跟歌迷的关系都是细水长流，是今天没听完没关系，明天再继续听。40首歌真的很划得来，才一张 CD， 请大家一定要去买一张 CD 的价钱，买到40首这个杜德伟的所有的精选，而且还有4首新歌哦，有4首，太棒了。虽然呢，我自己有这个婚姻畏惧症，恐惧症，真的吗？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天意弄人哦，一直给我唱都是钟爱医生啊，什么，那些把你藏起来，就是很没有关系。我有一个师父曾经告诉我，如果呢你买了一栋房子，这个社区你只拥有一栋房子，如果你没有买，这个社区都是你的。All right， 我喜欢。